止痛药越吃越多，当心代谢大条喽。膝盖痛，然后就吃止痛药。到有一天就是，那检出的大便是黑色的，那病人说有这个胃出血的一个情形。他只要一胃痛，他就去买那个超有效的那个胃药，但不吃就开始痛起来。医生就帮他检查说，哎，有一个4公分的溃疡，就去做化验，他得了第一期的那个胃癌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